这应该是所有男生最向往的地方，因为每到周末或者是每天晚上下完晚自习以后，很多男生就会在这个地方来驻足着，等待他们的心中的女神。我的初恋也是发生在这里。我记得那个时候路边上有那个200电话，就是那种每个月30块钱一张卡那种。那时候我为了追我的初恋，每个月都要消耗4-5张卡，一打就是打一晚上。那时候没有微信也没有短信，那时候没有微信只能通打电话。当然我觉得打电话是最好的方式，打电话是追女生最好的方式。这就是我的这个这栋楼是我们的这个电影院还有俱乐部，这是俱乐部的前面正门的雕塑，就是这个雕塑我们刚毕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是建校的这个年月，一般人参军的一个门口。我现在就在逸夫楼，这栋楼是我们毕了业以后才盖起了一栋楼，而我们读书的那4年没有这栋楼。那边就是文科，远方的那个楼就是文科院，我基本上大学4年就在那里度过。文科院的那一边是这一边是外语学院，另外一边在画面之外的是法学院，也就是湘大比较有品牌的一个学院。当然我的那个经管学院也不差。逸夫楼呢是香港的著名的这个电影大亨邵逸夫出资兴办的，其实在国内有很邵逸夫先生在国内支持了很多这种高校，也都有他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楼。逸夫楼这个楼在湘大的话也是目前来说作为湘大的文科院文科学院主要的教学楼之一，以前只有那么一座小小的这么一座主楼，现在又有这么一座楼，也就是说湘大的文科越来越气派了。说实话，我也是第一回来进到这个逸夫楼里面，之前一直没有来过。后面这个顶呢，是这个湘大衡阳同学会捐的一个摆设，留在学校里的话，迎接暑假，因为现在也不是考研的复习的旺季。所以大家应该学习相对来说，同学们的学习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我来这个地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有一次我还在这里谈过恋爱，对，来过这里，当然也没有变什么样子，还是那个样子，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化。湘大真的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同时呢同学们也抱怨这个地方比较偏远，不能够第一时间知道大城市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同学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信息比较闭塞，因为湘潭它本身它不是一个省会城市，经济呢属于中游，整个大学嘛与这个城市的这个气质有关，湘潭比较土，湘大也比较土，像他的学生也比较土，像他的学生自认为自己更土。实际上我个人感觉这种自卑情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每个大学都差不多，大学生嘛能有多洋气，能知道多少新东西，知道了又他们又能怎样。
因为大学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还有交友。大学就做好这两个事情就行了。远处应该是有人在谈恋爱。这个小时这个地方地处幽静，非常适合谈恋爱，非常适合约会。在每周六下午准时为您送上的音乐类栏目音乐全接触，我是主播诗言。大家好，我是楚俊。那诗言，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们学校的活动啊真的算是特别的多了？确实是的，我感觉这个星期我走在路上去丢个垃圾都能够在垃圾盖上看到活动的宣传。做小黄扫码时也能见到各种活动的信息，我也只能说明他们的宣传工作呢做得还是挺到位的。我后面这栋楼就是相当的标志性建筑，相当的图书馆。我后面这栋楼就是相当的标志性建筑，相当的图书馆。我们刚进学的时候，这栋楼还没有，进来以后大一在修，大二的时候开始启用这栋楼。后来现在一直到现在都成为了相当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栋楼设计至今还是国际艺术史在一起做实际上可以是博士读士以前这个相当的校训，但是我们对我们这两个字一定是他们是在国际音乐会吧。然后这个毛主席像是也是后来建的，一开始并没有，在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建起来的。这个毛主席像也慢慢的成为了，也现在也成为了相当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我也该回去了，希望湘大，希望我的母校湘大越办越好。一个曾经的湘大人，湘大人的祝福。